新北大安市咱的新市长林佳龙，就登山的努力啊！你看林佳龙支持，好唔好？所以双一定来甲咱讲，就是爱向山致敬，向海致敬，爱让咱的人民啊有健康、运动、休闲的环境。过去咧双一定的基础下，我四过行，大家拢是怀念过去留落来建设。但是这几年，确实啦吼，咱新北市升格无升级啦。这个新北市啊，爱做一个台湾的新都，咱有法度来带动首都圈，还有真个大建设。咱所以六上支持苏贞昌的政见，由林佳龙来实现。哦，咱来个选林佳龙，可以会当替老大人长辈做代志，好唔好？佳龙，我做行政院长，伊做交通部长，伊真正是一个学识介好，创意无限，沟通诚意。林佳龙会当出来，让新北大翻身，让伊第二回，好不啦？会当过半，让林佳龙可做代志，好唔好？好。林佳龙，好帅，第一回，好不啦？